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这支影片是要来展示天堂 M 里面一个绝强的账号，没错，就是百鬼丸的顶级轻便妖精卧老公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它的机体内容，请大家务必要看到最后。好，首先它的职业是妖精，等级91级。它的机体资讯部分是万能药45罐满的，能力万能药，也就是所谓的哈佛万能药，吃了1780罐，爵位是最高阶的伯爵三，纹样七圈，守护性是全满的，职业技能有二金技、八紫技，变身技能部分有金变的扩散，还有轻变的终极之晕，还有终极屏障。装备收藏部分是87%以及84%，熟练度部分就是全紫色五排满。变身娃娃还有生物的部分，请大家参阅，后面会有图片给大家看。同一个账号里面还有一支分身圣剑，89级，技能有四紫五红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装备，左边是神话级的装备，相当的豪华。F 唯一的加7金武 ,16% 的伤害加成，还有 10% 的混沌狂袭发动率，让卧老公有着极高的爆发力。而底下的金装除了90级奖励的戒指之外，全部都可以交易。火焰之影套装是目前游戏里面防御跟减免能力最高的装备。还有近战最强的艾欧丁长靴，更有让许多客长都梦寐以求的火焰之影饰品。穿上了它就能看到隐身跟变形怪的玩家。而这些饰品也都强化到加7，是天堂 M 的天花板级装备。右半边则是其他部位搭配的装备，死亡骑士之剑可以开启运命加8%的装备组合，饰品部分也都强化到了加7，其中恶魔手环则是强化到最高的加8。这些装备搭配起来的能力面板，后面也会展示给大家看哦。接下来是商城饰品部分，强化值用颜色标记的代表可以存仓转移，其中加8祝福防御手环则是强化到了最高。右半边就是这个账号的另一个大亮点啦，那就是有着高昂制作成本的奥塔支配服，支配服可以让你在该楼层自由的瞬间移动，还会有能力值提升的效果。当时制作花了超过百万，它的价值也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无论是找人或者找王都超级方便。再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信念之塔二楼，手持传送符可以让你毫无顾虑的飞上飞下。指出残叶未来要做金武的时候也相对的省时省力，毕竟加11紫武的产量远比史书第八章的材料紫布要少的太多了。大量的硬币箱子也能够存放到明年一月，如果想转职也可以放胆去转。神话臂甲的材料白金金属板也都准备齐全。封印祝福卷轴身上超过了600张，并且每天都在持续生产，时不时想到就点一下守护星强化。好，下方还附上了传符跟史书的人权图给大家参考哦。好，那这里就是它的面板数值，不同装备跟娃娃的搭配会有些许差异，大家可以当作参考。基本是前面列出来的装备搭配后的数值，如果有人不理解的话，我简单说明一下好了。就是假如你的血量有15000左右的话，那它这个面板打死你大约只要3秒，有放到精准的话可能就是2秒，因为加7金武的伤害增幅和攻击技能发动率极高，它会让卧老公的伤害更加残暴。装备收藏品部分请大家参阅，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。接下来是变身，目前重复一紫，有金变 TJ。 这个是他的魔法娃娃，金娃全满在不同的场合都能够随时变换，然后金娃探险也相对容易获得凭证。圣物部分有增加攻击力的紫圣物，全职业都能够适用。好，以上就是卧老公的机体内容介绍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公开出售这个顶级的角色。如果你对此账号有兴趣的话，联系方式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欢迎随时与我联系。感谢大家收看。